有请商业伙伴拓展经理 Marcus Chen。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哇，真系好开心，又喺呢个场合嗰度见到大家。我想今朝早我早嚟到啦，咁其实我都见到咧，大家个心情系好兴奋。你兴唔兴奋先？系啦，我见到真系比较静啲，我想即系炒热啲佢啊。我想问你哋中唔中意美安香港？听唔到喎。你中唔中意 hk.shop.com 啊？咁你中唔中意伙伴商店？想唔想听多啲伙伴商店有咩猛料先？系咪真系想噶 ？OK， 好啦。咁但系咧，未讲之前咧，点都要卖少关子啊！我今日咧就反而想用少时间，即系分享一啲故事。我一个唔系我啊，记住。咁咧，话说啦，其实喺半年前啦，咁有一个中年嘅昂男咧。就加入咗間公司叫美安香港嘅，唔係我啊，記住。咁咧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在於啦，咁佢一入嚟啦，其實冇幾耐啦，即係大概一兩個星期到咧，就係我哋啱啱嗰次嘅四月嗰個年會啊。咁跟住落嚟佢亦都好有幸咁樣啦，亦都可以喺八月嗰陣時咧去到我哋美國總部嘅大會啦，同埋係啱啱上個星期都去咗我哋台北嘅大會嗰度嘅。咁一路落嚟呢半年咧，其實佢一路都開頭覺得好奇怪嘅，話：咦，點解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叫會議嘅地方，點解啲人咁興奮嘅咧？興奮在於話，點解六點幾已經排隊咧？其實喺外邊，好似我以為係阿 Ring 嚟開演唱會嗰啲咁嘅樣。咁我就唔係好明點解大家會咁興奮。咁但係一路落嚟，我發覺經歷咗成個時間啦，咁亦都了解到啦，終於俾我。誒點解我講我啊係嘛？唔係個中年昂男係冇錯，諗到一個真諦就係話，其實點解美安香港我哋呢個事業會咁成功，同埋令到大家咁開心呢？其實最緊要嘅原因係一個人類嘅基本嘅一個特點，就係在座有冇人唔中意 shopping 啊？其實好靜啊，即係大家都中意 shopping 啊。因為咧，其實我覺得 shopping 係一件快樂嘅事嚟嘅，係一件值得開心嘅事嚟嘅。唯一唔快樂，知唔知係咩啊？在 shopping 的過程，嚇錢啦，係啊，要使錢啦。咁所以我其實覺得原來咧有一個事業係鼓勵大家去消費，當然係要有計劃、有系統住，跟住一個模式去消費嘅話，其實原來可以收翻錢嘅喎。即係我哋成日想講嗰、那個即係將呢個消費轉為收入啦。咁我心諗，哇，咁真係好開心喎，因為我係每日去做緊我平人生最開心嘅嘢，成日都話 shopping 減壓啊，各方面啊。嘅情況都可以去做到，咁我就終於都明白到點解大家會咁開心啦。係嗰個中年昂男明白到。OK， 半年前啦，咁其實咧喺四月嘅大會嗰度咧，我哋其實都講咗少少關於夥伴商店嘅情況俾大家知道啦。記唔記得我講咗一樣嘢㗎？嗱，提一提大家啦，係啦，因為咧點解我哋咁成功嘅話咧，其實最主要咧同埋一個網購喺香港嘅發展都好緊要嘅。前幾日報紙咧。我就 cut 咗一段嘢出嚟，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咧，原來咧網購喺香港咧受訪問人士係非常之成功噶，係好多人係估唔到咁多人咧，其實每年嘅平均支出喺網購上面係15,250元。另外咧，其實有98個受訪者咧係對網購表示滿意嘅，即係話呢一個已經係傳統，而在座你坐喺度嘅恭喜你哋，因為你哋已經喺呢個潮流裏邊，喺呢個消費嘅模式裏邊咧，係乘住呢架列車一路去行啦。當然啦。在半年之前其實我就講了有四贏這一樣東西，如果大家即四月份有來到的話，那何謂四贏？大家記不記得哪四方面？有沒有人答到其中一樣？優惠顧客啦，是啦，超連鎖店主啦，夥伴商店啦，還有我們的美安香港的。那呢證明我們的發展是不會停下來的。在這半年裡面，其實如果比較去年呢，我都想跟大家很快地看一點，就是說首先四方面，剛才講咗啦。究竟第一方面啊，喺呢一個嘅優惠顧客方面啦，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啊？我哋由開始咗呢一個現金回贈之後咧，到而家已經總共派咗超過2億1,100萬嘅港元做呢個現金回贈，2億幾喎，個興奮好似唔係好夠啊！大家嚇。超連鎖店主方面咧，當然亦都會有一個提升啦，同舊年相比啊。
我哋完成購物年今日超年鎖店主係升咗超過30%嘅。哇哦！夥伴商店方面啦，當然啦，一個咁成功嘅一個嘅組合啦，一定係要有四贏啦。夥伴商店贏在啲乜嘢嘢咧？同舊年同期啊，我哋嘅總銷售金額係上升82%嘅。美安香港啦，咁當然啦，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就係 hk.shop.com 啦，我哋成日都講緊一個網上嘅百貨公司啦。喺人流方面啊，我哋同舊年相比咧，瀏覽量係上升咗83%嘅。俾多啲掌聲，在座好多每一位朋友都有你哋嘅一個嘅投入，一個嘅成績喺入邊嘅，冇錯。好啦，咁喺2016年去到而家咧，其實我哋都好知名嘅品牌加入嘅喎。大家知唔知道有咩牌子啊？咦，咁犀利嘅，估到我張 PowerPoint 喎。OK，SP 啦已經加入咗，我哋成為一個網上商店啦。可能好多朋友都買過衫啦，唔止咁樣嘅 ，Bossini 啦，香港非常之熟悉嘅服裝名牌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價錢啦。仲有咩啊？周秀娜嘅內衣，哇！邊個嗌？呢邊 OK。係啦，睇到啲相係咪啊？冇錯啦 ，Nana 呢一個品牌啦，亦都係加入咗我哋啦。仲有係咩啊？澳門非常之出名嘅巴黎人酒店啦，大家有冇 book 房咧？行李啊，世界知名品牌 Samsonite 加入咗，大家都咁興奮，你諗下，講未加入嗰啲咪犀利？哇！女神 Baby 係啦，係啦 ，Baby Cafe 啦，咁亦都係我哋嘅其中一間嘅實體商店啦。甜品大師啦 ，Tony Wong 嘅甜藝家啦，咁其實咧就係大家都真係可以試一試一個新派啲少少嘅一啲嘅小食啦。當然啦，有新派嘅話，亦都唔少有舊派啦，華苑啦，香港經典嘅牌子啦，呢、這個係啦。當然亦都唔少得咧，就係 Coupon 啦呢一個團購啦，咁亦都係加入咗嘅，係啦，夠唔夠啊？唔夠加入咗就梗係唔夠啦，我已經入咗嚟啦，係咪啊？咁其實咧，再配合埋我哋一路落嚟咁多嘅夥伴商店嘅品牌，大家當然亦都喺我哋後邊嘅 booth 睇到呢張好靚嘅一個 backdrop 啦，咁就已經係配合到大家。希望我哋盡量底下就係話，我成日都諗我哋呢個部門可以點樣幫到大家，其實就係話令到大家可以真係生活上面一切嘅嘢，唔係美安產品都可以喺夥伴商店度咧揾到你哋需要嘅產品或者服務，咁樣先至可以最快幫到大家咧去累積你哋嘅購物年金，累積你哋嘅點數，即時賺取到你哋嘅現金回贈嘅。當然啦，我哋係唔會停落嚟嘅。頭先講咁成功嘅例子，都係想話俾大家聽。既然去得四贏嘅局面咧，我哋一定會係提供更加多嘅一啲資訊同埋優惠俾大家嘅，同夥伴商店。例如有啲乜嘢嘢咧？大家有冇見到你哋手上邊嘅一個刊物入邊啊？我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多啲 IBV 啊？多啲呢個 cashback 咧？中意哦，後邊嗰啲唔中意係嘛？OK， 大家喺其實喺入場嘅刊物咧，其實我哋都有個夥伴商店嘅特刊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啲時間睇，因為真係用咗我哋團隊好多嘅心血去印製，去採取嘅資料嘅。其中一樣其實而家我哋 hk.shop.com 已經係開始咗，由11月1日起咧，去到30日，所以你哋而家知道都唔遲嘅，即刻上去呢個我哋 hk.shop.com 嗰度啦。19間嘅夥伴商店全部都係 double cashback、double IBV 嘅。最高嗰間係去到成14% IBV 同埋16% cashback， 哇，非常之犀利，係啦。咁當然入邊有新嘅品牌啦，亦都有大家好熟悉一路都好支持嘅品牌啦。唔止咁樣㗎，打開入邊，大家仲會見到非常之精美嘅，似唔似一啲X 田啊、X 光啊嘅購物目錄啊？X 光好似係嗰啲手術嗰啲，係啦。咁咧，其實喺入邊嚟講咧，大家都可以咧慢慢去睇啊，因為呢個咧真係非常之好多夥伴商店嘅支持啦，提供好多優惠嘅產品或者服務啦，食嘅有啦，玩嘅又有啦，令你更加靚嘅又有啦，實用嘅家居用品都有啦，仲有留意其中一間咧，在座如果想揾你嘅姻緣嘅話咧，我哋都有夥伴商店可以幫到你嘅，同埋個優惠係只要大家喺個聚會裏邊。找不啱你中意嘅，下次去免費，唔係講笑啊！大家睇睇呢個左下角，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即係我證明我哋照顧到你一生，包括埋你感情嘅需要啊。其實我哋夥伴商店係，仲唔止咁樣喎？入場嘅時候收唔收到一盒嘢啊？
大家我相信很多都看了的了。其實呢，我們其實總共今次，大家連買都不用買，入場每人都會有一份，就是由我們七間夥伴商店送出來的精美禮物，希望也都可以小小心意地答謝大家一路下來這麼支持我們公司和這麼支持夥伴商店的。當然大家會看到為什麼有些不在裡面的，不用擔心，有一些會在你們不同的時間分別都會派發給你們的，總之一定會有齊這裡這麼多樣的。大家知不知道我們的 Facebook 已經出了這個專頁，主要來說呢會是集中介紹一些 hk.shop.com 的流行資訊、最新的夥伴商店、最新的優惠、還有一些購物的 tips 的。有沒有朋友未 like 這個 Facebook 的？舉手，夠膽你就舉手。啊，這個綠色衫的我見到你了，請你上台下次。不要緊，我相信你應該是不記得，我再提一提你啦。我們每一天都會有新的 post 在 Facebook 那裡，就是去介紹給大家的。所以大家呢，就你只要贊好了我們的網頁，其實每天都會收到夥伴商店優惠的最新資訊，非常方便可以看到的資料。非常好的成績跟大家公佈一下，就是我們由開始到現在只是短短的一個月呢，其實接觸到的貼紙的人數已經超過20,000個人了。之前我們有個投票活動，不要讓它停的。其實我們今天都會在這裡announce一個新的 Facebook 活動，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我們希望做一個禮物大放送，只要大家 like 了的當然可以，未 like 我們的網頁的話快點上去 like 了它，然後你可以去分享你一個在 hk.shop.com 或者 Partner Store 那裡購物的愉快經驗，連一張相片。當然啦，去到相片你怎樣去拍，拍個產品還是拍你賣緊嘢俾緊錢，還是拍緊個老闆笑騎騎咁樣對住你都可以嘅。咁我哋呢只要去參加，然之後呢去留言返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呢，就可以呢最好嘅十位會得到神秘禮品一份。神秘禮品未必吸引大家，但係每一件神秘禮品是不止一份在入面的，每一件裏面個總值都是超過500港幣的。希望大家都會多多支持這件事了。好，講開 Facebook， 當然大家都會知道，其實我們之前就舉辦了一個我最喜愛的夥伴商店的投票的，有10間的夥伴商店是給大家挑選，我們就會有3間是會公布了，已經是截了紙，也都已經知道是哪3間的了。大家想不想知道是哪3間夥伴商店啊？我們今天其實都請到他們的代表上來的，不過介紹他們出來之前呢，因為是頒獎的環節，我都要介紹我一位拍檔出來的。那麻煩大家都幫我給熱烈的掌聲，我團隊裡面的 Supervisor BV Wong。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BV。 那我和 Marcus 一起為了大家，為了個 Partner Store 一起做好一點，希望找到更加好的 Partner Store 給大家的。係啦，咁 Marcus， 我哋講翻個 Facebook 嘅投票啊。好啊，嗱，我知道咧，頭先講咗啦，三間夥伴商店裏邊咧，其實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好多人投票噶，即係又有投票到啦。因為得到個結果嚟講咧，其實都真係幾接近嘅某啲票數。可唔可以俾啲提示大家係邊三間啊？咁啊，提示啊，我諗諗先。有一間咧個 store 名比較特別少少，一睇咧，我以為外星人名嚟嘅喎，但原來佢係賣生活百貨，又有啲美容產品。不知道大家估唔估到邊間咧？估唔估到啊？咦，好似有啲，我都聽到啲喎。好啦，第二間咧，咦，原來香港人真係好中意代購同代運嘅喎。咦，有好似千平，我聽到。有第三間咧？第三間咧，專係賣電子產品嘅。哇！呢、這個好難估喎，我哋咁多電子產品間間都咁正。係啊，但係佢個名好型嘅喎，有個温字嘅 ，Top One 咁解。有個温字，我以為是跑鞋那些。不是。估不估到啊？大家嗌他哋出嚟好嘛？好，那我哋咧，不如由 Beefy 你公布啦，究竟是哪三間成為我哋嘅最喜愛的頭三位，排名不分先後啊？好，咁而家我哋有請 eShop Express 嘅 Lillian Chan， 同埋 ENT 嘅 Judy Long， 同埋 One Digital Online 嘅 Mark。歡迎曬，係。係啦，咁我而家有請 Marcus 為我哋最喜愛嘅夥伴商店去頒獎先啊，先頒俾 ENT 嘅 Judy 咯。恭喜曬。係啦，大家請鼓掌啦。跟住落嚟會頒俾 eShop Express 嘅 Lillian Chan。有份投票，嗌多啲啦。
跟住落嚟就會再翻俾 One Digital Online 嘅 Mark。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好啦，咁而家攞完獎，不如聽下我哋嘅得獎感受啊！我哋有請 ENT 嘅 Judy 咯，講一講先啊。Hello。加入這個夥伴相戀計劃呢，其實已經剛剛一年半的時間，很感謝美安啦，我們的一個業績呢是一路的上升，當中最珍貴呢其實就是認識了很多很好的顧客，也都感謝公司呢，在今年四月的大會呢，邀請了我們作這個大會的展銷攤位，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轉捩點，因為當中增加了我們的知名度，還有呢也都有點緊張，不要緊，大家都很愛護你，掌聲他啊，鼓勵一下，你們三間都是他們最喜愛，是那也都上個月參加我最喜愛的夥伴商店這個活動，更加能夠體驗到社交媒體的威力，對於今次得獎呢其實覺得很開心的，在這裡借這個機會呢，多謝每一位投過我們票的朋友啦，在這裡多謝大家的支持， ENT 承諾大家呢會更加精益求精，找更多好的產品呢去給大家，或者你們需要的都可以跟我們提出，多謝各位。好好，多謝曬 Judy。 好，現在有請Eastern Express 的 CEO Lillian Chan 講一下得獎感受啊。大家早晨，很開心和很榮幸可以得到這個獎，同埋好多謝美安同埋美安嘅夥伴們對我哋嘅支持。咁就喺一次好偶然嘅機會，我認識咗美安嘅卡哇伊同埋 Sandy， 好多謝佢哋對我嘅幫助，好熱心咁樣即係扶持我，令到我加入咗夥伴商店。咁通過我哋團隊嘅努力同埋美安夥伴們嘅支持，令到我哋今年嘅業績好大幅嘅提升。咁我哋嘅團隊會繼續努力，搜羅世界各地嘅各式各樣優質嘅產品同大家分享，會通過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平台網站同大家分享嘅。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除咗大家可以買到又平靚正嘅產品之餘，仲可以賺取豐厚嘅購物年金同埋 cashback。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千店接送，多謝大家。好，好，多謝曬 Lillian Chan。好，下一位請入請 One Digital Online 嘅 Director Mark。係，大家好。好多謝大家各位購物顧問美安香港啦，咁俾到一個機會今日喺呢度分享。咁咧就我點樣形容 Shop.com 同埋購物顧問同埋 One Digital Online 之間嘅關係咧？其實我都諗過一下，咁咧不如喺度同大家分享好嘛？咁一啲 digital online 咧，唔係shop.com 咧，俾我感覺咧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嘅家咁樣。而呢個購物顧問咧，大家唔好笑喎，我覺得咧就好似咧呢個奶媽咁，養住呢個一啲 digital online， 令到佢慢慢一日一日咁樣長大。咁所以俾多啲掌聲在座嘅每一位。咁另外咧，我想做個調查喎，好嘛？大家可唔可以？咁我想請在座咧，有邊個曾經咧係去過 Digital Online 度買嘢，或者介紹過朋友去嗰度買嘢嘅，或嘅購物顧問或者顧客咧？請大家可唔可以舉一舉手啊？哇！哇，好多喎，差唔多都好多謝大家，好多喎。咁啊，我想問埋大家會唔會繼續支持我哋一啲 digital online 啊？有嘅請舉手，非常感謝大家。咁咧就咁我哋一啲 digital online 咧就承諾大家啦，嚟緊會繼續做好我哋嘅服務，將更加多嘅新產品去介紹俾大家，同埋更加好嘅服務俾大家。咁大家請密切留意我哋嘅網站，我哋將會有全面嘅革新。多謝各位。好，唔該曬，唔該曬阿媽。好，係。好，多謝曬三位。唔該曬，好，唔該曬。大家再俾多次掌聲，恭喜佢哋好唔好啊？我最喜愛嘅三間夥伴商店，係啦，冇錯啦。好，我最喜愛呢個咧，大家有份投票嘅都知道結果啦。咁其實咧呢個時候咧，我又想頒多個獎喎。
大家呢想不想知道究竟哪一個夥伴商店在2016年度，當然未過曬嘅，暫時來講最高最高銷量的，估不估到啊？話得最高銷量的，即是話個成績非常之好，在座很多位朋友都一定是去幫襯過的啦。冇乜反應啊？估下咩話？千二？千點？再嚟過？嗱，我相信咧，大家喜歡旅行噶嘛，係咪？咁旅行要做乜嘢噶？買機票之餘咧，瞓街？係酒店係咪啊？酒店冇錯啦，已經講咗少少出嚟啦。不如咁啦，我哋公布翻，亦都咧，因為今日好榮幸啊，請到啊，得到我哋2016年度由1月計到8月嚟講咧，最高總銷量嘅夥伴商店嘅高層嚟到我哋現場咧接受嘉許，當然唔止咁簡單啦。我哋不如首先請佢上台啦 ，Bivy 唔該曬。咁我宣布啦，今年我哋最高總銷量嘅夥伴商店就係 Hotels.com， 我哋有請佢啊。Director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Affiliates, Asia Pacific, Mark Hall. 大家早晨。你好啊 ，Mark。你好啊，真係好多謝你可以今日嚟到同咁多位會員係去見面嘅。多謝你嘅邀請 ，Mark。係，唔好咁講。咁啊 ，Mark， 我都想問一問你啦。其實係乜嘢原因即係導致到，譬如話你加入咗嚟我哋 HK.com 做夥伴商店啦。其實對於你實際個銷售成績嗰方面嗰個影響係點樣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哋2016年喺shop.com， 我哋嘅訂單銷量已經遠遠超越我哋嘅預算嘅。從各方面嘅成績 ，shop.com 香港都表現得好好。第一方面，就今年2016年頭十個月同期同埋舊年2015年十個月同期嘅訂單已經有個 double。哇！你哋有份㗎，你哋有份㗎。第二樣嘢，我哋平大家嘅訂單金額咧，都比我哋 Hotels.com 亞洲區合作夥伴嘅為高。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咧，就係頭先嗰個嘉賓都講過啦，就係我哋個買十送一嘅優惠。嘅會員計劃，我哋見到好多 shop.com 香港嘅會員咧，都加入咗我哋嘅會員十做十買十送一嘅計劃，所以我喺度代表香港 hotels.com、亞洲 hotels.com 同埋 global 嘅 hotels.com， 多謝大家。好。嗱，咁啊，之前嘅成績就分享過啦，係嘛？咁我想問咧，嚟緊嚟講，其實呢個合作關係嗰度，你諗住繼續嚟講，我哋嘅合作方式個未來嘅路向會係點樣咧？我覺得在2017年，我覺得 Hotels.com 和 Shop.com 亞洲和 Globally 都會有很多的更多的合作方法和合作機會。這個原因很明顯， Shop.com 香港已經擁有22萬多的會員，恭喜大家，你們真的很厲害，一個非常龐大的 Buying Power。同埋睇到今年嘅成績，我哋對2017年嘅成績，我覺得非常 optimistic， 非常樂觀，所以再多謝大家嘅支持。好，嗱，咁咧，其實我自己咧就好得意啊，我就一定係幫我啲親愛嘅會員啦、親愛嘅超連鎖店主咧，爭取一啲嘢，係啦，爭取一啲嘢嘅。咁所以咧，我想問咧，一場嚟到啦，嗱，我唔俾你走啊，你唔講得清楚啲，究竟有冇一啲？震撼嘅優惠可以就由而家喺呢度宣布俾在座人士去聽先。我 before 我想 announce 呢個新嘅活動咧，我想真係覺得 Marcus 係一個好好嘅 Shop.com 香港代表。佢幫佢哋爭取嘅嘢係我從來喺香港未批過嘅嘢嚟嘅，係。未冇 rehearsal， 真係我唔知嘅呢 part， 我唔知嘅，係。OK， 而家係咪可以講啊？好，不如由你講，我再補充啦。係。補充 OK， 大概係咁，我哋會就嚟11月15日開始啦，會做一個月嘅 double cashback 推廣。本來係3%，我哋會升到6%。
跟住仲有一個 term 係 Marcus 教我嘅，叫 IBV。我希望會遲啲好熟悉呢樣嘢。我哋會增至 from 4% to 5% 嘅係。咁我哋個旅遊嘅日期咧係會係六之後嗰六個月。咁頭先啊 Anthony 提過，我見到佢哋嘅 website 頭先個 slide 都講過，你哋之後會有好多會要飛嚟飛去亞洲，所以希望可以早啲 make a booking， 早啲有多啲 savings 同埋早啲賺多啲錢嘅，好唔好啊？好，咁我再補充多少少啦，就係話 hotels.com 啊，由11月15日開始到12月15日呢段時間，透過 hk.shop.com。連結過 hotels.com 嗰度做 book 房啦，呢一個月之內，而入住日期啊係由11月15日半年去到5月15日之前入住咧，你哋會有雙倍嘅現金回贈同埋額外1% 嘅 IBV， 非常之好，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阿 Mark， 多謝曬，多謝 Marcus， 好，咁我哋俾啲掌聲阿 Mark 啦，好嘛？多謝曬，多謝曬，多謝多謝，係。Sorry 阿伯，請留步，請留步，請留步，我太興奮啦，唔好意思。我已經有禮物，係我問題，因為你唔好讚我啊嘛，頭先，唉，真係，好，我哋俾多次掌聲啦，恭喜曬 Hotels.com， 係影張相先，呢邊呢邊哦。多謝曬，再一次多謝 Hotels.com， 多謝阿伯 ，thank you，thank you。嗱，呢啲咪就係 live 咯，係咪先 ？live 就總有呢啲嘢噶嘛，你以為我真係唔記得咩？咁樣叫翻翻嚟再攞先有一個驚喜啊嘛，不斷都會有驚喜噶，其實冇錯。中唔中意呢個啊？夠啦，嗬，我走啦。咦，仲有啲時間喎，原來我要啲咩啊？要咩嘢先？我冇咩俾到你哋噶喎，除咗新嘅夥伴商店之外。今次唔係好多啊，又真係好。我相信大家都會好期待㗎啦。究竟嚟緊啊，會有一啲乜嘢嘅強勢嘅夥伴商店會加盟我哋 hk.shop.com 咧？第一間俾大家估下先，又同頭先阿 Mark 嘅公司有啲關係嘅喎，係咩咧？酒店都幾好，酒店本地酒店好唔好啊？本地酒店，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我哋唔一定要去外地，本地而家都好興咧，去即係假期啊，同屋企人啊去租間靚嘅酒店，度個温馨浪漫嘅一晚噶嘛，係咪？好，咁我哋介紹啦，第一間將會加入嘅係好近我哋公司嘅海景嘉福酒店，咁係洲際集團嘅成員之一啦。大家都知道洲際酒店集團啲酒店係幾好噶啦，咁已經係會成為我哋嘅已經是大家上到 hk.shop.com 見到佢噶啦，咁就可以去 book 房咧，可以賺取到呢個現金回贈同埋 IBV 嘅，夠唔夠？第二間咩好呢？橫掂都係啦，就係、是、都係同呢個酒店有關係先啦，俾多間大家選擇。我知道咧，其實咧每個唔同嘅網站都會有唔同嘅特色啦。介紹一個新加入嘅依個嘅訂酒店嘅網站俾大家先 ，Susu Hotels。咁其實咧喺香港嚟講咧，留意一下啦，好多網上面嘅宣傳嘅，佢比較特色啲就係主要咧係東南亞區嘅一啲嘅特色酒店嚟嘅。咁你喺入邊會有好多特色嘅民宿啦，亦都有好多可能喺其他嘅酒店網站未必會揾到嘅一啲嘅特別嘅酒店啊咁樣樣啦。咁咧佢亦都係啊有一個訂10晚可以免費住宿一晚嘅一個嘅優惠㗎。咁所以咧喺訂酒店嘅時候咧，又多一個選擇俾大家啦。唔該曬，一陣請你食飯。OK， 夠唔夠？再俾多間大家先啊！真係，如果今日你唔話嘅話咧，我都好難同我老闆交代。好網店啦，都係因為其實我哋真係去網上購物啊嘛。但係大家女士聽到會開心啲咁啊。如果喺個網店度可以買到成26000種女士嘅關於你哋扮靚又好、護膚又好、美容又好、瘦身又好嘅產品得唔得先？呢個想要乜嘢嘅？有咩嘅品牌會有26000幾件貨品俾大家揀啊？大家估下。先嚟卓越網上商店，卓越已經可以喺 hk.shop.com 嗰度咧，直接連到去卓越嘅網上商店嗰度，有超過26000種產品。包括護膚、美妝、
塑身、個人護理、母嬰護理等等，都好彩你哋有話，如果唔係真係我聽日唔使翻工啊！好啦，係咁多啦，好冇 ？OK， 仲有廿幾秒係咪啊？俾多間大家最後，日本嘢大家中唔中意啊？日本嘅產品啊，嘢食啊，日本嘅潮流時裝啊，日本嘅家居用品啊，大家係咪都中意㗎？日本樂天市場，直接連去我們日本樂天市場的網上商店，其實它是會日本同步的一個網站，包含女裝、男裝配件、團購美食、名牌精品和電子產品，為了讓大家更加了解它，留一留意了，非常多的日本潮流品牌的產品，亦也有一個很清楚的分類，大家只要透過 hk.com 連過去，左手邊的話有非常多不同的類別選擇，還不止這樣，幾百萬種商品在裡面，是幾百萬種，我相信總會找到你們會想找的東西，也都是日本最大型 No.1 的一個網站，所以呢，喜歡本地網購也可以，喜歡日本的網購直送也都可以，夠不夠？不夠啊？記住啦，如果你們想的，我之後再上翻嚟再講多啲啦，想唔想啊？好啦，最後講同大家講一句啦，咁啊 ，before 我哋再見之前啦，記住，咦咁得意咁樣摺上嚟嘅，唔緊要，只係需要你哋做你哋每日繼續會正常做嘅事，就係消費。不過消費喺美安嘅產品，消費喺我哋咁多種一定啱你哋嘅夥伴商店嘅產品或者服務嗰度啦，跟住就可以點啊？即時賺取到你哋嘅購物年金啦。跟住亦都可以累積你哋嘅 BV 同埋 IBV 嘅點數啦，從而係點樣啊？好，唔緊要，唔知點解地咧，我繼續去講啦，就可以累積到你哋嘅購物年金，亦都可以咧係得到你哋嘅轉呢個消費為收入啦。好，記住購物係快樂嘅，有機會你上我先再出嚟，好冇？拜拜。